一蹶不振宝，乾坤日月明。大家晚上好啊，欢迎来到咱们楚恒易学网络课程啊，阴宅风水初级班。那时间过去非常快啊，这一晃两个半月已经过去了。今天呢，来到了咱们阴宅班最后一节课，也就是第十课啊。咱们呢，在第九节课课后啊，给大家呢下发了试卷啊，考核试题啊，80分及格啊，不知道大家答的怎么样啊？今天呢，接着第十节，那、啊、给大家呢讲解一下啊，我所出的试卷啊的一些正确答案，看看大家呢对照一下，感觉一下自己能打多少分啊，能否通过这个初级班啊？咱们呢，初级班啊，咱们这个试题啊，加出一下啊，这回应该能看清楚点啊，这回能看清楚点。第一道题啊，咱们呢。讲了，请写出三合风水啊，24山的阴阳属性。那这个实际上啊，我们一般的情况下，这个大家记着点也行，记不住的话可以参看一下子呢，咱们的罗盘啊，咱们的罗盘。嗯，我看图画去了。来吧，咱们打开这个吧，这个能稍微清晰一些。啊，稍微清晰一些。这上的啊，罗盘上面有红色和黑色的啊，其中像这种红色的，它所代表的啊。就是阳山，而黑色的所代表的它呢就是阴山，也就是说啊，寅子癸甲寅乙辰午坤申且戌乾啊，这几个就是阳山啊，三个风水当中的阳山啊，而艮也丑艮卯巽巳丙丁未庚酉辛乙亥的亥，这个就是十二阴山啊，十二阴山。这个咱们在啊寻龙点穴立相当中啊，咱们就会用到了啊。这个是地盘格龙立相啊，一卦存清，哎，所以说在点穴立相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这十二山啊一定要分清啊，一定要分清啊。我就不给大家写了啊。哎，第一题，十二阴山、十二阳山，就在那儿了啊。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看看罗盘。第二题，请写出后天八卦的五行属性和方位。
及家庭成员啊，家庭成员。在这上写啊，八卦的五行属性啊，方位，家庭成员啊。前坎艮震巽离坤兑，这都是基础必要的知识啊，这就是八卦啊，八卦它呢所代表的方位乾是西北，坎是正北，艮是东北，震是正东，巽是东南，离是正南，坤是西南，兑是正西啊，这是它的方位。五行乾属金，坎属水，艮属土，震属木，巽属木，离属火，坤属土，兑属金啊，这些一定要记在心里啊。然后家庭成员，乾代表的是老父亲，坎代表的是宗男啊，也就次子，艮代表少男啊，震代表长男，家里的老大，巽代表长女，离代表宗女，坤啊代表母亲啊，兑代表的就是少女。那这个就是第二题的答案。第二题，后天八卦的五行属性、方位及家庭成员。啊，后天八卦，啊，方位，这就是后天八卦的方位。啊，先天八卦乾是南啊，坤是北啊，所以说记住变成混了，先天和后天八卦顺序是不同的啊，顺序是不同的。哎，这个就完事儿。第三个，请写出八卦的符号啊，并呢对应人体疾病，也就是说你写出咱们后天八卦的符号啊，然后按照这个后天八卦所代表的对应的人体疾病啊都要写出来。
这叫乾为天。这叫坤为地啊，乾是乾三连，坤六断啊，乾三连，坤是坤六断啊。红色是代表阳爻啊，黑色代表是阴爻啊。震卦是由两个阴爻啊加一个阳爻所组成的。啊，它组成一个震卦。哎。然后呢艮卦它是呢上边一个阳爻。哎，下边有两个阴爻。哎，震叫震养鱼记忆方法啊，跟符碗像一个大碗扣上，哎，这些符号要记住，要记清啊。巽是由俩阳爻和一个阴爻来组成的。这个就叫巽下断，下边是断开的啊。离是有俩阳爻中间夹着一个阴爻所组成的，所以说这个叫离中虚啊。这坤就在那儿了。对是呢两个阴爻，上面是一个阴爻，下边俩阳爻组成的啊，下边俩阳爻组成的。这叫对上缺啊。坎是由两个阴爻一个阳爻组成的。这个就是坎啊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哎，一共八个符号啊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啊。刚才也介绍了，乾为父亲，坤为母亲啊，震为长男，艮为少男，巽为长女，离为中女啊，兑为少女，坎为中男啊，这就完事了。它所对应的人体疾病啊，对应的人体疾病，乾一般是头啊，头，或者说是呢大肠啊。坤代表呢是胃肠啊，脾脏。震代表的是肝胆啊，艮也代表脾胃。啊，巽啊，巽代表的呢也是肝胆，但是呢
它也代表神经啊，风湿都有它有关系的。离代表的是眼目和心脏，是咱们的眼睛，还有呢心脏啊。对代表的呢是口和肺呼吸系统，坎是咱们的肾脏啊，膀胱泌尿系统，哎，这就是八卦啊所代表的这那个疾病啊，所代表的疾病。当然了，它所代表的东西不只是这些啊。咱们在学习这个猫物类象的时候啊，七大预测术，像六爻啊、八字啊，都有这个猫物类象啊，它那个是比较多的啊。咱就是写出几样啊，你能对上几样就行啊。你像乾卦啊，也可以说代表啊脑袋、头晕、脑神经啊之类的啊，或者呢，你像这个坤啊，也代表消化的、腹部的都归它管啊。坤属于骨部、腹部以下啊。那个你等震呢，你像手啊、脚啊，这都是归它管的啊。哎。你等这个根，你像足啊，还有一些鼻子啊、腰腿啥的啊，一般也归他管啊。汛没告诉你中风、风湿啊、肝胆啊，或者是那啥呢，也是归他管啊，也归他管。啊，这就是咱们这个八卦的符号啊，八卦的符号。啊，第四题啊，请写出入殓时给亡人开光的口诀啊，开光的口诀。啊，入殓时开光口诀。开眼光，观明堂。啊，有的呢也可以说是呢啊，看四方啊，开鼻光，闻色香，开口光，吃猪羊，开耳光，听八方。那，开心光，亮堂堂，开手光，
左手抓前梁，右手写文章啊，哎，开角光啊，上天堂，或者说呢，脚踩莲花，脚踩莲花上天堂也可以啊。这入殓时，啊，拿着那个打狗棒，啊，蘸着灯油，啊，有的蘸的是酒，啊，那个就是点啊，适当比划一下就行啊。开眼光，观明堂，啊，开鼻光闻色香，开口光吃猪痒，开耳光听八方，开心光亮堂堂，开手光左手抓钱粮，右手写文章，啊，开脚光上天堂。哎，这就是开光时所用的啊，大家看一眼。这都是常用的知识，地理师必备的常用知识啊。第五道题，请写出入殓时开光所记的属相啊，入殓时开光所记的属相。正四七时啊，以月份说话是呢，虎猴蛇猪，二五八冬，属马鸡兔，三六九腊，龙狗牛羊，啊，正四七十，虎猴蛇猪，二五八冬，属马鸡兔，三六九腊，龙狗牛羊，哎，这就是开光入殓的时候记的属相。但是啊，月份以解气为主。啊，论交解，记住了，以解气为主啊。记属相的时候，亲人还有带孝服的啊，不记，这要注意啊。哎，亲人和带孝服的不记，哎，像其余的，像看热闹的啊，带过外来啊，像什么厨师的、国外班的啊，这些人啥的都要注意啊，或邻里相亲，有的看热闹的都要注意。哎、啊，咱作为风水师的时候，咱们在写家楼试文的时候都已经写出去了啊，就是通告一声
来，但一定记住啊，咱们这是以节气为主，啊，长万年历以节气为主，这就是开光入殓时记的属相。第四题，啊，请写出央上啊落出的口诀，啊，落出的口诀。哎，这都是咱们学过的知识。男的以天干记。啊，男以天干的。假落郭台以巽间。啊，假落郭台以巽间。丙丁就在哇二三啊，丙儿在房屋顶啊，过去不都是瓦房嘛啊，房屋顶上第二天晚上，丁儿就在第三天晚上啊，现在都楼房了啊。戊日不离停尸地啊，几日就在床炕前。啊，几日就在床炕前。啊，写大了写不下了哈。哎，庚辛必落西北角，人鬼啊，人鬼落在水气边，啊，哎，这就是以男的说的，女的以地支。引窗卯门沉在墙，四落阴沟五味凉。身有在年虚害臊，子丑就在停尸床。
子丑就在停尸床，或者子丑就是坐厅堂都可以。这就是女的，引窗拱门陈在墙，四落阴宫五味凉，身有在辇徐害臊，子丑就在停尸床。这是女的看法。这题就解决完了。请写出央煞化气的方位以及央企高度、央煞颜色等口诀。这个咱们都用到这个央楼试文当中必备的。甲己子午酒，乙庚丑未八，丙辛，壬申七，丁年卯酉六，丁年卯酉六啊，戊己。辰戌午，四害就是四，记住这个口诀就知道多高。说在甲子日王人死在这个甲子日，那么呢就是九加九等于十八，一丈八尺高，一丈八尺高。画什么光，画什么颜色，颜色怎么看呢？男的以天干去看，女的以地支去看。天干天干甲乙木它是青色的。丙丁火它是红色的。戊己土它是黄色的。庚辛金它是白色的。人癸水它是黑色的。这就是画什么气，一定要记清。这男的以天干去看，女的呢以地支，甲乙寅卯这都属木，丙丁四五属火，辰戌丑未这都属土，申酉属金，亥子属水，也就是说寅卯甲乙同时属木的青色。四五丙丁都属火的红色，辰戌丑未戊己全属土的黄色，申酉庚辛都属金的白色，亥子壬癸全属水的黑色。
哎，这就画什么色，就是以这个男与地，男与天干看，女与地支看。哎，往哪个方位去，它是以五行入木之地为主。甲乙木，木的五行啊，它入木的地方是胃。丙丁火，火的是虚。戊己土啊，土是辰。庚辛金，金是丑。寅癸水，水也是辰。这就是五行的目的啊，木木库。哎，看这个木库，然后以这个木库为方位。哎，寅卯甲乙，未未是啥呀？西南，所以说就是西南方去。画什么气？画的清气。红色虚，虚什么？西北，西北方哪去？画什么气？红气。啊，土辰，辰是东南，画什么气？黄气。啊，白丑，丑是东北，东北方而去，画什么气？白气。辰也是东南，画什么气？啊，画黑气。哎，这就是画气，画什么气，什么方向而去。哎，这口诀就这么着，这么写，这么记，就完事儿了。啊，就完事儿。第八题，如果阳不出啊，咱们作为风水师如何处理啊？如何处理？如果阳煞不出啊，首先啊，用红公鸡一只。柳枝或者呢桑枝，再或者呢桃枝啊，当然了不需要啊太大，不需要太长，有个一米左右就行啊，用哪个都行啊。有柳枝可以说呢，首选的是桑枝啊，没有的话第二选的是桃枝啊，桃枝要不好找的话，第三个找柳枝，肯定你能找着一个啊，肯定得找着一个。哎，然后进宅的时候啊，左手拿着公鸡啊，右手啊拿着树枝，就开始打鸡，让鸡去鸣叫啊，吱嘎的吱嘎乱叫，哎，给屋走一圈，哎，直接到门外把鸡一放，不用杀啊，一放用鸡带走，然后回来屋里净台贴符，哎，这就是风水师的做法啊，风水师的做法。哎，阳煞不出，啊，推算出阳的时间口诀啊，这个啊，咱们也教给大家了。那、啊、我在第几个当中有？还是应该也是第三个呢？有是吧？是第四个。这个啊，是披阳之法何须难啊，过去叫披阳，哎，
披阳执法何须难，啊，越将家道死时间。啊，南落天罡女何魁，或者说呢，南落陈地。女落虚啊，这就是天罡和何魁啊，落到某日某时某方出。哎，根据这个口诀就好找了啊。再要不明白，你可以啊仔细再看看我这个是第几节课，应该是我忘了啊，你可以找那节课啊，我讲的非常清晰，而且呢各个图表都给大家呢画到了啊，都画到了，所以这里节省时间啊，不给大家讲了。哎，只要记住这口诀就行，披阳执法何许难，月将加到死时间啊，查先查出月将来，月将是按节气查的，哎，查到月将，以月将开始一直加到那个死的时间啊，就是月将那个点到死的时间往上数，数男的数到陈地，女的数到虚地，就直接就查出来能不能出了啊，啥是出的。哎，这个阳煞出阳时间。最后一道题，摘吉时口诀啊，摘吉时口诀。青龙、明堂与天行，朱雀、金桂啊，天德神。白虎、玉堂、天牢黑、玄武、司命与高臣，啊，玄武司命与高臣，也就是说，青龙、明堂啊是吉利的，金贵、天德是吉利的，玉堂是吉的，司命是吉的，没画线的都是凶的，哎。青龙、明堂与天行，朱雀、金贵、天德神，白虎、玉堂、天牢黑，玄武、司命并勾神，这是十二黄黑道吉日啊！大家呢，要记熟，大家要记熟。然后怎么去使用啊？怎么使用？记住这个口诀啊：隐身虚家子，哎，就是说呢，寅日或者呢申日，哎，在子上起青龙，哎，在子上起青龙，卯酉雀居，哎，某日或酉日，哎，在寅上起青龙，
然后青龙、明堂、天行、朱雀、金贵、天德神、白虎、玉堂、天牢黑、玄武、司命并构臣。那这么我回头这么一查，你就查到哪个时辰啊，哪是吉哪是凶啊，就要跟他所画的就完事了。哎，卯酉却居也啊，辰戌龙位上，啊，辰日和戌日啊，就是在辰上起青龙，哎，龙就是辰，哎，在辰上起青龙，四害午上存，哎，四蛇亥日在午上起青龙，啊，四蛇亥日，哎，子午临申地。子日和午日在身上起青龙，啊，丑未戌相寻，啊，丑未戌相寻，丑日和未日在戌上起青龙，哎，然后顺着走，青龙、明堂、天行、朱雀、金贵、天德、白虎、玉堂、天牢。玄武司命构成，遇到吉星就是吉时，遇到凶星就是凶时。哎，这就是择时啊，这就是择时。哎，啊，这就是择时。以上这十道题啊，大家能够答对上八道来，说明呢，你的基础知识啊已经学的。差不多少，因为我每出题基本上都是一节课出的一道题啊，只不过就是在或者这个望坟段的时候啊没往上出啊，没往上出，那个需要大家呢得多领悟领悟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基础知识上啊给大家呢都做了一些总结啊，都做一些总结，让大家呢对这个基础知识一定要啊能够熟透于心啊，记忆于心。哎，虽然说这是一个这个知识啊，虽然说不像说什么望坟段那么啊比较直接有用，但是呢这些场合的东西都是必要的啊，当你运用的时候，如果说你要想是职业的情况下，你想是出去想干活的情况下，遇见那些四不明白的人啊要拷问你的时候啊，那么你要是不明白这些，你要被问住了，那你就会非常的丢人。那、啊、因为这都我的经验，我一出去的时候经常被人围攻，那、啊、经常被人围攻。哎，所以说必须把这些东西记靠记牢。啊，但是你记住，真正围攻你那些人也没有啥知识。啊，真正有知识的师傅，比如说你是师傅，你出去看着别人做活，你不能跑那高子去讨人钱啊，师傅啊，这是啥意思啊，那是啥意思啊，但是你不明白的时候可以咨询啊，俩人工切磋，千万不要去考人家，这是不符合咱们江湖道理啊，也不符合呢咱们这个江湖规矩行规啊，所以呢要注意。这个由于啊，因为课程需要啊，那个我把呢这课程呢临时改编一下。那你像正常的情况下，咱们这个七节、八节、九节那三节课应该是七节应该讲的罗盘，第八节呢应该讲的各种是表文符咒啊，第九节呢是这个日食化解啊，日食化解这个。因为这个人家院长啊，人家说这个受这个大家要求，说这个这些基础知识啊，有的大家明白，有的兴许啊是讲点风水知识啊，说你这个基础知识呢可以再延展往后啊，或者在中级班与大家进行的讲授啊，所以说呢我就临时改了课程啊，在这里呢对有些不知道的啊，这个咱们各位义友各位学员啊，这个在此呢我就是啊说一下，但是呢为了啊
避免这些那个创伤啊，避免咱们这些事项。我把呢这些咱们江湖紧急啊，我把这个江湖紧急的东西啊已经归纳成册啊。啊，江湖紧急啊，丧葬口诀与符咒，日食不及化解法啊，我呢将会呢给大家分享下去啊，分享下去。所以说呢，一般的情况下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些东西我也看了一下，除了文字啊就是文字，咱那个课堂当中呢也没法去念啊，有些东西没法去念。如果要是念啊，有的时候有可能被那个网络给屏蔽啊，所以说我给大家呢都整成这张的了啊，整完之后我到时候我会发到群里啊，给大家进行观看，那、啊、进行观看这些东西啊，这些的东西。哎，你像那个咱大概了解一下啊，然后呢啊，你看像这个进京口诀啊，祭后土口诀，谢土咒啊，祭墓祝文，哎，这个封官啊，呼龙口诀，这呼龙口诀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在下葬了啊，下葬的时候啊，咱们就可以下完葬了，就是没等埋之前，咱们要手捧这个罗经啊，你就可以呢用罗经，说是手捧罗经八卦神，盘古初分天地人啊，九天玄女阴阳法，成度凡间阳九贫啊，等等一说啊，一背一说，腾腾腾腾，哎，这个然后呢咱说这个事主家啊，副主家一看这说挺好，有可能还赏你红包啊，有可能都赏你红包啊，所以说这都是有用的东西啊。呼龙口诀，呼后龙，跟他这呼前龙，这呼后龙，撒五谷啊，怎么去撒五谷，哎，说些什么，哎，这都有。还有呢谢分金啊，谢分金口诀，哎，不八卦，哎，当然呢有，这是因为这是江湖集锦啊，所以说呢有些地方用得了，有些地方用不上，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挑用得上的用啊，像是起坟咒啊，你像那个起坟啊，你迁坟的时候不需要起坟吗？哎，先来一遍起坟咒啊。葬造新宫的，哎，建造就是说这个新宫开始打木子，哎，捣一遍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文，这写成文书，盖上戳啊，盖上大印啊。这些东西呢别看我发下去，大家可以先看一眼，有啥不明白的啊，咱们可以呢在中体班那、啊、可以给大家再去分享一个什么时候用什么，什么时候怎么用啊。你像这破土，一般就是像我给人破土都是用这个啊，辅以黄天厚土，五味三家，土地龙神，前传口教，祖本仙师，杨增赖辽雄仙师，后分金李定度，前分金张千固先师，各请同道座位，哎，然后主家谁谁谁谁谁，哎，为先人安葬乐用此地啊，等等等等，这个，那这不是刚开始教大家的啊，化穴起土，天圆地方律令九章，金针破土大吉昌，哎，金出一举立满山冈，鬼魅凶恶远走他方，金出再举起空安祥，千秋万岁富贵永昌，啊。一化天门开阔，二化地户紧闭，哎，三化鬼路延塞，四化引道通利，这都教给大家了。哎，盖棺口诀，树碑口诀，哎，斩草，理魂机，装穴，啊，这些东西，安魂咒、封土咒，那、啊、不少知识呢。所以说，这是刚才那些咒语，这还有这个下方呢，这个是些对联啊，到时也是用得了的。丧葬的仪式，哎，就用点啥东西，怎么去做？
撒旦的一些别的咒语啊，什么净五谷啊，关入坟，抓土咒啊，然后就是日食不及如何去啊，日食不及如何咱们去这个化解啊，如何去化解什么冲伤日啊，呼日啊，这都给大家呢已经编出了例证的了啊，各种的日子啊，当然呢这上也不算太全啊，我因为还没编注完呢，所以说不算太全，这两天我再给你大家编注编注啊，然后统一给你发放出去啊，所以说不要着急啊，还有几种日子都没写呢啊，这两天会给大家都发放出去。哎，这就是啊，这把这个第八节课和第九节课的知识啊，都会以这个啊，以这个 Word 文件文档啊分享给大家啊，也算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70%-80%的讲解吧啊。如果有不明白的啊，可以呢留个微信啊，这个咱们互相这个交流分享一下啊。第十节课啊，实际上是没啥内容，就是讲讲卷子啊和那个这些东西你也看到了啊，剩下的啊跟大家呢做一个切磋和交流，交流什么呢？第一点啊，与大家交流一下，说看看说我这期啊教学的方式方法啊，还有什么需要改正的啊，或者还有需要什么补充的，希望大家呢给我提点建议啊，这对我这个教学啊有一定的好处啊，这是第一点啊，有没有什么建议啥的，或者说还想需要啥，说是啊感觉也能学到点啥东西啊，或者说是啊什么什么情况啊，或者说啊设计啥方式，说那个图形啊或咋的哪嘎子啊看不懂啥的啊，可以给我啊提出点建议来啊，期盼中级班啊，你放心，中级班也快啊，不要着急，先把这基础知识大家好好容纳容纳，完了中级班，因为中级班大家容易累，中级班的知识因为非常多啊，涉及到3合48局啊，你像那个寻龙点穴都好说了，现在上哪儿找那些真龙穴去，只不过是按这个方式按照这个方法寻找一个加成就不错了。哎，一种分金啊，这个各项的分金方法啊，解决立项的方法啊，在中级班都给你讲授啊，都会讲授的，而且呢全都是啊画图啊，像罗盘似的那往这个放，咋整咋整的啊，这个不要着急，先不大家呢把这个基础知识巩固好了啊，看看有啥建议没有，要没啥建议的话大家给我打个一理论联系实际多加案例，这个多加案例吧，这个建议呢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呢咱首先第一节啊咱学的是理论，第二节学习的呢这个就是关于那个点穴立项啊，什么立项，3合48局啊，这都是图解，哎，包括什么迁坟了、立祖了等等各种那个啊葬法都会教给大家。然后呢，推到高级的时候，就会把案例加上，因为你基础知道了，实践也明白了，再加上一个实战，这样之后啊，就会大家就会明白了。哎，多有图，多用图，会多用图去进行，加以讲解，大家会明白理解更快一些，啊，非常感谢你啊！这阳宅知识要学尽需要几年呢？知识是无尽的，啊，知识是无尽的，你要想学尽，我没这两下子，知识是无尽的啊！不管是阴宅阳宅，也不管别的啥学识，
老人有句话叫长到老学到老，哎，多看书多学习。哎，对，另外告诉大家呢，可以买一本这个啊，这本账法审讯机啊，这本我看写挺好啊，有些东西也写的也行，但是有些东西也有错字啊，钱不贵，10多块钱20多块钱啊，还有像什么那个出零点窍的啊，李春文写的也可以看看借鉴一下啊，包括千阵百阵桃花阵一些符咒啊，另外在这中级班啊跟大家讲解一下符咒的问题。现场实践课，这个现场啊不好整，咋说不好整呢？因为你现场，你说你要上山区去，咱这个一天不干别的，就算走路你也找不着一个好地方，所以说只能说是画图吧，尽量在图上给大家进行引导啊。我估摸觉有的比现场的能够稍微差一些，但也差不多少啊，尽量选择一些图片给大家啊，往后的慢慢的，等大家的学历都差不多少了，可以呢研究研究，找个场合或者说上哪个墓地，咱也考察考察去也可以。啊，这知识有用，对，有用，这东西是必然有用的。放心吧，肯定要多讲一些那个实战经验，但是咋实战经验，实战经验是外场场合，哎，理论知识还有你点穴立项的知识必须要学会学明白，你不然的话你咋会经验也不行，你就经验啥也不明白，像那些那个二椅子先生似的倒白杆子啊，我就那块地好，哎，我就出这个线，你娃娃完了把这个骨的时候关在玩意料罗盘也不落，咔咔的填土，念几句那个就是像跟来的江湖机警的顺口溜啊，念完了挺好，该赏钱赏钱，完事人走了，我这家遭殃了。所以说知识点重要啊，还是知识点重要的啊。还有没有啥了？如果要行的话给我打个一，或者说在这个初级班啊，有啥地方没明白啊，也可以说是咨询啊。好啊，挺好挺好，这个期待增进班啊。五谷啥？五谷粮啊？五谷粮要成五谷粮吗？那也是五谷粮撒五谷啊，这个五谷粮你可以在这个寻找墓地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它啊，这个五谷粮就叫五谷粮，所以说撒完之后成为五谷之地啊。还有呢，在家中净宅时候所用的五谷啊，五谷粮，哎，撒的方法啊，过两天这一两天我给这个江湖基金给大家发下去啊，不要着急，我会发到群里啊。就这两天，我有时间我给你大家写完啊，然后发到那儿。五谷粮指哪五谷？高粱、苞米啊，又叫玉米，小米了啊，是。麦子啊，还有那个红豆、绿豆啊，都可以凑成五样啊。尽量呢不要用稻子啊，如果实在抽不上可以用大米去填，不行用稻子，因为稻子这个名不好听，稻有偷盗之意，谐音不好，这个要记住啊，这是那五谷粮，哎，逢五谷粮口袋也是这五谷啊，撒墓地也可以用这五谷，净宅也可以用这五谷，哎，明白了吧？
哎，记住，千万别用稻子，最次的一种可以用大米，不可以用稻高粱、玉米，哎，小米子啊，红豆、绿豆，这都行，啊，这都行。哎呀，今天好像是腊月十几了，13、14了，13了吧？腊月13了吧？这还有半个多月才过年了啊！首先呢，祝大家呢，新年快乐啊！祝大家呢学业有成啊！有空的、有时间的时候啊，多学习学习啊！小米子叫谷子。啊，谷子，小米粒不大点儿，啊，高粱米也行，对，豆儿，对，大豆，高粱米，玉米，小麦，对，这小米粒应该和你说这玩意儿是基本是一样的，啊，好。这个祝大家啊，新年快乐，财源广进，啊，家庭幸福，事业顺心，然后好好学习，啊，咱们新的一年再见，啊，好，今天课程到此结束，再见。